我们不是要去什么活动吗？睁开眼睛吧。 之前有一个曲目我们没有共同完成，今天就让我们来完成它。这是我给你的礼物，表达对你的感谢。感谢什么？感谢你拔光我身上的刺，让我的心变得柔软。感谢你唤醒我麻木的感知，让我有勇气重新正视自己的爱情。感谢你重新出现在我的生命里。 让我有机会与你相遇、相拥、相恋。我也要谢谢你，陆之意。是你给了我坚持自己初心的勇气，是你让我在自由的海洋里畅游。今后我要用它来记录属于我们两个人的全新人生。那请吧。 Strange name, amazing shows.